你寫得前面冠一隻二隻兩隻一隻切雞，就跟誒燒肉。你5點鐘攞啦，好嘛？好嘛？5點啊？5點啊？ 三斤啊！燒未夠？嗱，燒爛仔或者燒咁多，夠未？都夠。加埋啊嘛！加埋。 一隻雞添係咪？我後面，80蚊，80啊，一隻嘅。 小嚟細啦，佢免費俾動物裝嘅人啊！佢免費俾動物裝嘅人啊！老細好多女朋友啊！ 小妹，你过来这个，可以在你的老家看见你的啦，这是导演的啦，在全中国都可以看见的，是不啦？哎，可以上网啦，对不对？啊，是不是？哎，再一个啊，鸡吧。哦，好嘅。有鸡仲有半只，得唔得啊？哎。 新嘅一年见张相啊，见张，系，系攞一条都，你两个都系两条，都要斩，系龙飞凤舞啊，好嘅，吓，水尾系茶片街，啊，我叫我啊，唔使，少少俾啲，哦得，我叫就唔使，唔紧要，紧要。 你有兩條筋，而家斬埋啊！聽呢句啊！啊，幫你聽呢句。聽呢個。嗱，七煙啊！得，信你噶啦。唔好信啊！你女朋友叫話信你啊。梗係啊，我女朋友唔信我。你女朋友唔信你啊？呢度二百一。二百一，360啊！咁我幾多啊？360啊！嗯，好嘅。 你女朋友啊，佢話唔信你啊，佢話你啲錢唔知攞曬去邊啊！喂，借埋我，我想買啲飯俾佢住大佬嘅。
係啊，你女朋友話你啊，俾唔夠錢㗎。係啊，我暫時俾唔夠㗎。係啊。唔係我耳仔啊，俾佢令到係救命。係啊，你啊。你知我令到。啊，你個耳仔都攞到裂曬落去。俾你兩條啊。好，可唔可以兩個？你走。到家用嘅。誒，啲傻佬攞曬啲錢去邊咧？咁啊，唔該你。做咩啊？我知啊，當然我有盤菜啊。啊？有盤菜啊？你識盤菜啊？係啊，佢女仔女有盤菜啊。嚇？要咩嚟啊？我點餐啊？幾多啊？點餐俾你？有條骨魚膽啊，椒肉啊。有條骨魚膽啊？露露。等一陣，我開豬俾你啊！開頭豬俾你好嗎？啊，邊個？點啊？你話燒腩啊嘛，係咪啊？哦，燒肉。呢度就200-350。多謝。係啊。跟住你咧，阿靚女。喂，阿靚仔。阿靚仔，肥佬你好。喂，心中肉啊，燒肉。係得。呢度收幾錢？等我三百五好。你啊，心中肉啊？係啦。翻啲嚟嘅。一斤，四個人食啫，100蚊啦，好，多謝你。你企下面頂啊！100蚊。你骨數八。嗰度有張單㗎，7隻耳甲喎，嗰度。喂，點啊，四哥？四哥。喂。啊。你啊，翻上海啦！你啊，而家香港都唔夠上海嚟噶啦。係啊，上海靚啊，而家發展啊。幾多？三磅只雞，食只燒鴨。嗰啲書咪呃曬你啲錢，我話俾你聽，你啲書咪呃鬼曬啲錢，誒誒呃曬你上去上海買車買樓，係啊，收啲不回收啊，要收嘅。